是客家一般来讲比较少做生意，哦，客人的店面拢歹开。这边是厢房区，厢房哈。庙它叫大雄宝殿啊，啊，阿伯二堂、阿公三堂、阿祖啊，这些之类的呢。啊，这平常在厨房开火，有大场面怎么受？放鼠桌，一般的因为两母鸡啦。啊，哪些时候去是放新娘妆啊？有大场面的温饭啊。啊，这两句中午做嘛，来，请进来。做工做嘛。